我希望可以再把衣服稍微，老师你那么急，不是我需要肉眼稍微看一下，看一下他的那个肩膀，要看我的肩啊，因为我是上身，对。给我，我扯啊扯。跟你讲一个小秘密，以轩他在很舒服按摩的时候会打嗝。哎，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按摩会打嗝，哎，老师。老师，你的客人们有这样子，这样子这么奇怪的吗？好怪呢。我们会先做个评估。评估什么东西啦？我怕他要开始，我要先脱，好准备一下。我们不是都要那个先围起来吗？油压不是要脱掉吗？我们是运动调理，不用脱。我带你来这个按摩店，不是因为我们按摩也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先围好嘛。不是，你应该要先去洗澡。啊，老师，那你会等我一下？啊，不用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直接评估就可以了。好啦，可以，开始。对，那等下帮我做一个往前弯的动作，不用弯到很底，就差不多这个距离。来，我帮你。好。对，这样子，那这边就是胀起来的状况下，那。我目前可以评估是说，它可能是臀部来自的张力导致说哪里有胀起来，这边啊，这边摸起来很高，这边就是胀胀的哦。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测试一下它的。老师，我要脑充血了。对，你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起来了。对对对，多久了？对，什么？对，你可以起来，聊起来。对对，你可以起来，聊起来。好，对，那再麻烦帮我躺着。好，对，那我们就把脚抬起来，自然放松就好。我转动一下，我会放很松哦。对，那他这样髋关节转的幅度就很正常。那他有办法可以90度吗？你是老师？哎，不，有吧？正常人也不会到90度，对吧？对，正常人也不会到这种度啊。其实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可是这个床有魔力。哎，你还在上班？最近的节目对我都蛮好的。那像大腿部分，很明显就是比较胀。对，那我会先做个松动。好。对，那就。可我们跳舞的应该都是大腿很，基本上大家都很肿胀。对对。但我如果站很久，可我通常都会水肿。那就。那是因为。早点睡觉。那就多喝水啊，对吧？多喝水跟多喝水，其实可以。好。对，它是对把水肿问题把它给除掉。上岸。对，在表情上的进步，太急了，我脚也好酸，脚给我抬起来。他现在摸的那一块刚好是可能大腿区最硬的，最就是我要给你们看，就是通常有在运动或跳舞的人的侧面，就是这个肌肉会是凸起来的，然后有一个点就会特别的酸。其实像隔着毛巾也可以看到，他的筋膜现在就是变得很有弹性。哦，有在用我就有感觉。他像就很松动了，你是不是摸不出来？有啦，他摸出来就好了。我又不是专业，哎，我今天也是客人，我今天来被放松的，好吗？我们应该不会碍于节目只做一边吧？今天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100/100的吧？少摸什么？老师，他这样躺的是对的吗？正常来说不会这样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颈椎有张力。哦。那他今天是右边，他不舒服。哎呀，对不起。就拉。这里有摄影机。这样好看吗？我帮你，你头啊。会不会我打开，然后是我的脸？天哪！就是要这样。哎，好。哎，很恐怖哎！其实我在按摩的时候，我会躺枕头哎。嗯，我也会。我不太建议啊，因为我们脊柱是会转的。对。趴的状况下，你的颈椎不管是往哪边转，它这边张力就大起来了。这样。不是，老师这样更不舒服，因为这胸口有点紧。那你这样，对，但我觉得这样子还比较好。哦，好。对。来，我把它打开。就是可以这边可以用摸的，就会知道了。对，跟毛，这是我的头发吧？有一个头发，先拿走了。这里，对，就是两边就是有差别。哎，真的耶，真的这边比较胀。我跟你说，我右边真的很痛，因为它连肩胛骨这边都是比较肿的。对，它连这么严重。对，那就是可能会有点酸。
会酸吗？会酸还是痛？酸到无法讲话哦。好，我再一次哦，来帮我吸吸。老师，你再吸啊！我也好紧张哦。老师，上一次酸跟酸的有点爽了。酸爽，对，它是一种不是那种痛到不行、不能忍受的那种，是那种哎，好像要解脱的那种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要的调理的体感。那你刚刚他这样帮你按完，你现在有觉得有什么不太一样吗？他刚刚一刹那换我左边的痛，怎么啦？刚一转一样，真的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边。对，那就是这边操作完之后，还要再花点时间再回去，再把它左边给。老师，你可以边讲然后边按。哦，边按。好 ，OK。好，那你就保持呼吸，好，不要憋气哈。奇艺好像已经进入梦乡了。没有。哦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还醒着。因为我刚刚看着他右边的肌肉啊，比较紧绷，然后跟比较高。在老师按完他之后，他的那个肉有下来一点点。我自己觉得很不错，因为他跟我平常看的按摩很不一样的是，像我们以前指压或油推，他会是用撸的。去撸其实是你肌肉的表层，可是它现在这个按是按很深层的地方，然后去让你整个放松，按到你那个酸痛点，像真的很美迈耶！快点，我也想要当那个感觉一下很松的人，手是很松吗？手都很紧，对。好的，来，还没啊，我还没讲，还没啊，立刻马上，好了，你赶快上去了，没有，换下一位老师，他要先评估我啦，好，来，好，但是他又看了。这 pose 好吗？你给我站好，很赞。但是我希望可以再把衣服稍微哦，老师你那么急，不是我需要肉眼稍微看一下他的那个肩膀，要看我的肩啊，因为我是上身，对。你给我哇，扯啊扯！有棍子吗？我有点害羞，在陌生人面前。对啊，也是。老师，他这样子，这个要不要脱掉？这个哎呀，需要，对，会影响。老师，你还要我脱什么？老师，你还要我脱什么？老师，你还要我脱？晚一点再说。怎么晚一点再说？没有啦，差不多了啦。嗯，当然，来。然后，我稍微看一下你这。上下打量，你要看我的生命线吗？不用了，先不用，不用是不是？其实好像还……哎呦，你很软哎！对，他气手是吓到了吧？他现在的比例是不是这边看起来最硬、最快？最快有吗？就是感觉很负重的感觉。对，感觉上面有压力，做了一个人一样。好来，什么做一个人？你谁动的？老师，还有高低屁股，你才高低眼呗，你高低头发。跟你讲一个小秘密，以轩他在很舒服按摩的时候会打嗝。哎，对，我按摩为什么？我按摩会打嗝哎，老师。哦，哦，老师，你的客人们有这样子？笑声这么奇怪的吗？好酸哦！几分？几分？哦，很酸，大概七分啊，七分，已经到七分了。嗯，对，可是这里很酸。哎，不是你要让他真实反馈，不能因为做效果。我没有做效果，他刚刚按那个点，真的这么痛啊？按那个点，哦，这里很酸，行，哎，你的屁股很软哎，你不要在大众面前讲这个啦，我会害羞，是不是？我会害羞，不是，我是在帮他。我还没结婚好吗 ？Hello， 这不是很好吗？这是称赞哎。OK， 那这样会不会就是转移到别的地方？有可能，因为我现在在按他的右侧，有可能他直接转到头皮上。就是我等一下处理的时候，我会先从肩膀慢慢再往上，对，再往上带到这边。没关系，你可以。老师，你讲话归讲话，手还是要按好。好。老师，你可以边讲然后边按。
旁边。可是这边好像是大多数人的通病。天哪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连我自己这样按都痛。对啊，因为你整个肩膀一直连到头部这一段，其实都是紧绷的。哦，对。老师，有还有一个问题。好。这个地方也超级霹雳无敌。对，霹雳无敌紧，对不对？霹雳无敌紧跟痛。恶作剧的时候，你就这样，喂，他就会啊，干嘛？我刚刚撞了老师。会吗？老师也是这边吗？这边对啊，每个人都是吧？对，都是肩膀前，就像刚刚讲的，这边有一个穴道，对，就在这个交接的肩膀前侧，前侧，对，然后一直连到胸的上缘。老师讲手继续动，所以都是不好意思，手继续动。筋膜层它其实就是连贯头到脚嘛，嗯，那比如说你这边筋膜纠结好了，那是不是会导致你这边可能活动度就会变长，幅度变小？对，今天这个筋膜刀就是专门在处理你的筋膜。老师，我觉得不用这样子循序渐进了，我看到您的这把，我就忍不住把玩了一下。什么东西？上方宝剑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你拿这个吗？这个它行不行？老师，它承受得了吗？承受得了，哈哈。古代的刑具哦，来，我们要交换刑具，交换刑具吗？这个太小了，这个啊，这个我自己都可以刮。好，那我直接来个进阶版哈。那我需要你的手借我一下，手稍微挪一点，可以可以。你干嘛？他正经诶，我害怕，干嘛？好痒哦！为什么？可以吗？是来除毛的，有点微冰。哇，好酸！很酸吗？哇！哦，这样刮是不是很爽？对，很舒服。哦，等下这个去哪里买？啊！等下，女明星表情控制一下，女明星。什么女明星？你们都把我的衣架打到你脑袋上来了。还叫我表情啊！来来，我帮你围遮围遮。这个很害羞哎，我只帮我上一下草莓了。往上稍微对，去活动一下。就比较打开吗？有，而且他刚刚操作完的地方，因为他那个冰冰凉凉的，其实有一点舒服。还需要吗？不用了，蛮好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这样我 OK。还是我拿小把的那个？是文艺少女。对啊，这是什么破绽？这该不会是封面吧？